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很多私人会所的，所以特区政府会要求是它的会所是处于私人游乐场土地，英文叫 private recreational lease， 这些的私人会所是需要马上停止开放在会所里面的康乐体育设施、更衣室和给一些幼儿游玩的设施，譬如一些波波池。我希望他们已经在做这些的防止感染的工作，因为康乐文化事务处呢其实早前呢也都已经关闭了这些设施，在今天开始呢也都是重新再关闭这些设施。但是如果他们未做这个的防止感染的工作呢，我们会是马上是发信要求他们去停止开放这些在会所里面的体育康乐设施。我在这里呼吁其他的私人会所，即是说这个会所并非是处于由政府批出的私人游乐场的土地呢，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同样采取这些措施，以致到私人屋苑里面都有很多会所的。所以我在这里强烈呼吁呢，私人会所的管理公司亦都要做好这些防护感染的措施。至于私人拥有或者营运的健身室呢，我相信他们亦都是会采取同样的防止感染的措施。